补助款，好，金额粗估超过了100万元。现在全案呢，经过检方复讯移送之后，在今天依照了贪污治罪条例，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，将林颖梦还有叶耀章这两个人起诉。带你来看到的就是呢，今天的台北市议会上演了火爆这一幕。这台北市议员林颖梦，他一上台质询，就质问柯文哲说，他如果当总统的话，愿不愿意抗中保台，会不会跟大陆来投降呢？虽然一开始柯文哲说抗中保台是抗时中保台北，用玩笑话来化解这样尴尬，但是面对林颖梦的步步追问，还要求签署拒绝投降书，柯文哲就动怒了，场面是相当火爆。市长，你是支持抗中保台？啊，第一点哦，保台是最高目标嘛。对，那有要抗中吗？就看这个对这个保台有没有用，所以是保台是 top one priority， 然后在保台的目标之下采取各种策略。那策略有包含抗中吗？还是你要和谈？哇，抗中应该是这样的哦。这个你说抗中保台哦，抵抗时中保卫台北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就是抵抗中国？你会跟他和谈吗？那我们现阶段是抵抗时中保卫台北嘛。抵抗时中是什么？所以市长，所以你会对中国抵抗吗？我想知道是这个啦。哇，这个是这样的哦。还是你要跟他和谈？在维持台湾的主体性、优越性这个前提之下，不管是中国、菲律宾、美国谁来都一样，我们是还是要保台嘛，抗中保台哦，要玩真的。以我当台北市长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个万安演习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对战争有准备吗？那你有准备民防系统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台北市的职权 哦。我已经看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是最认真在准备的。那你有去民防系统的参会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他们有做实弹的射击演练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不要，你们我常说你们这些没有当过兵的哦。我就是问你，民防系统是你市长在管的啊？那他们有做这些训练吗？在你任内有吗？还是都是在餐具，都在吃喝？是要开始训练军队当军阀是不是？军阀？你在说曹新成董事长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小朋友，不要问那无聊题目好不好？我现在就是在问我们台北市的民防系统啊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跟市长讲一下哦。国家有民防的动员的那个计划吗？我跟市长讲一下，今天这个陈南天主席跟我们的基督教长老教会，他希望哦每个候选人呢，好都要来签署这个绝不投降的承诺书。我现在就上前跟你签署。好了，可是跟你讲，我根本不想敌你啊。不行，这个是陈南天主席。那个是我的，那个是你的谁？陈南天主席是我。是你的谁？是我们台湾的民意。我要管你去死。民意组织啊，希望市长可以签署。你没有资格上来，下去。我没有资格上来。嗯，这是我的区域。所以市长你不签署是不是？我根本不想理你，你等下。这个不是我发起的。市政再来，市政再来。所以市长你不愿意签署，好的，谢谢你哦，谢谢市长。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了，市长不愿意签署绝不投降的承诺书哦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到的就是九合一大选即将要登场了。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日前就召开了记者会，要求各党的参选人要签署捍卫台湾绝不投降的承诺书。无党籍的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呢，他六号的时候就要求北市长柯文哲要签署承诺书，结果柯文哲他先拍被巡台的抽屉，呛林颖梦不要再问这么无聊的问题，接着还说呢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上来。好，这让 PTT 的很多网友就说呢，北市议会怎么都在问国防呢？这显然不是北市议会的职责吧？还说林颖梦现在是选不上，开始要走偏门吗？更说林颖梦他贪污诈领助理费，当然是被瞧不起。而接着我们还是要来请教的是民嫌议员呢，我们想要请问一下，现在在这个选举前夕，难道呢大家都要来刷一波这抗中保台的声量，来拉抬自己的选情吗？想请问民嫌议员有什么样的解读？我觉得要人家签这一种不投降的那个声明书哦，这种包括台独联盟陈南天，包括这一种做法，我觉得是对别人，甚至包括议员对要求柯文哲签这种声明书，我觉得是对一个人的非常大的侮辱了。在台湾，所有人即使我跟柯文哲不同政党，我认为所有人的身家性命、老婆财产，所有人都在台湾。在台湾哪一个人是会背叛国家，哪一个人是会卖台啊，哪一个人是会投降啊？所以
我觉得用这种操作的手法说，哦，你要签个一个投降声明书，才代表你不会投降。这种我觉得是对别人的一种非常不尊重，甚至一种羞辱的一种方式。哎，那如果我真的签了一名，那是不是代表说我在没有签之前就是会叛国、会背叛、会投降的人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政治的操作手法。我觉得酸劲哦，尽量卖酸噶笑呀了。我觉得选举也要回归人性呐、啊，我觉得还是要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格的尊严呐、啊。所以哦，第一个我非常不认同台独联盟这一些的操作的手法了。如果真的，两岸真的兵凶战危，两岸真的局势紧张，谁会逃离台湾？老蒋啊，光他拍天爱，就那一些有拿绿卡、拿枫叶卡，在国外有财产、在国外有房子的人，那你不是第一时间买飞机票先绕跑吗？我们这一些，包括曾荣，还有包括中天这些，你们这些观众，啊，你们全部不是都住在台湾？你们房子都在台湾，老婆小孩都在台湾，你们走得了吗？所以拜托哦，政治人物不要再操作这种你会投降，谁会投降？玩这种手法真的太低级、太恶劣了啦。那我觉得说很多时代力量甚至退党，像尹梦这些议员，他们其实面对年底，因为他们原本是扮演民进党的侧翼的角色，那现在脱离时代力量之后，他们的定位就比较尴尬。第一个，民进党他们自己的议员本来大绿就站得很稳嘛，那你小绿的角色是要什么？你也不是在野党，不是民众党，不是国民党，那你现在拉的选票是在哪一些？你只能说拉高声量或哗众取宠或钻巧门嘛。你第一个蓝的票稳固了，第二个民进党的绿的票你也拿不到，那你现在走偏锋的话，你这样操作这种议题，操作抗中保台，可以拿多少选票呢？因为抗中保台，民进党也在操作啊。这种做法，我觉得走偏锋哦。我觉得台北市议会还是要回归市政的议题啦。当然，柯文哲很多质询的方式，包括回林梦的话，很多都是很呛啊。可是，我觉得柯文哲柯市长这次回的是有道理啦。真的在议会讲这种抗中保台，然后叫他签投降书，我觉得这真的没有道理了。选举哦，走到这一步哦，真的我觉得蛮悲哀的。只有抗中保台，然后操作你会投降，我不会投降，谁才是真正爱台湾？台湾二三十年前不是玩过这一套吗？现在越玩越严重，哎，升到被踢笑呀！选举选到这样子，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了，要回归最后的人性了，不要玩那个点名说，A 你就是会投降，B 你就是爱台湾，那所有只有民进党挂民党的党政的人才是爱台湾吗？那干脆所有人都加入民党算了嘛！真的选举不要玩到这样子，真的会让人家疯狂了。所以哦，我觉得回归正常常态一点。市政议题，议会就问市政议题。柯市长，我相信他还是会很有礼貌的回答啦。至于说走偏锋，对选举真的有帮助吗？80天后，1126就是最好的检验的啦。每天擦在脸上的，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。现在起，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SGS 检验无重金属、无塑化剂、无雌激素、无 paraben 防腐剂、无色素及无微生物，擦起来安全无负担。它还添加五种 EGF，专门防止肌肤老化、强化皮肤修复、增加肌肤弹性水嫩、轻松抚平皱纹、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安心启动冻龄密码。